在潮池上见证珊瑚富裕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一早到共寮关心海洋生态，但他心系的还有恩案的最新爆料，民进党再抛新疑点。不论是我手上拿到的这一份4月16号 CDC 开记者会的资料，又或者是在记者会当中陈时中部长他所讲的时序，不论是出车时间或者是跟恩恩家人所联系到的时间，都与现在吹哨者公布的联络艺文完全不一样。绿委林楚英公布新北市政府提供给指挥中心的资料，四月十四号晚上6:37，恩恩已在 ICU 病房救治。对比吹哨者的艺文是7:21才上救护车，但前一天新北市卫生局是这样说的：我们提供给指挥中心，或者是指挥中心陈部长在4月16号记者会上公开说明的时序，都没有6:37在 ICU 救治的这个时序。绿委怒轰新北卫生局公然说谎，两者的时间差该怎么解释？张冠李戴，混淆视听，胡说八道。陈润秋局长报告得非常清楚，所有的内容都是因为不实混淆视听，是一个胡说八道的内容。侯友宜罕见动怒，新北卫生局也还原4月15提供给 CDC 的讯息，明明4月14号6:37是中央法传系统医院通报男童为确诊个案的系统时间，怎么到了 CDC 这边却把最后一句男童目前在 ICU 病房全力救治中误植在表格的同一栏？意料当中，为什么提供不出正确的时间点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这样的数据就是造假。这跟4月15号卫生局通报 CDC 男童人当时还在 ICU 加护病房治疗的情况，这两件完全不是同一件事情，请不要混为一谈。我们目前一直还是维持就是上次指挥官在记者会讲的这个部分。恩案延烧也让中央地方裂痕再加深。镜秀红星校友志采访报道。